崔永元再发微博，这次他的攻击对象是范伟。刚刚崔永元又更新了微博，安娜，范伟老师，不好了，我家铲屎官看到你的材料了。范伟，喜剧表演艺术家，国家一级演员，曾经的赵本山的搭档。对于他，观众再熟悉不过了。莫非这位人气极高、颇受观众喜爱的范大叔也有黑料在崔永元手上？网友们多少有点震惊。范伟在影视作品中常饰演小人物角色，加上其功力深厚的演技，观众看着荧幕中的范伟根本不会有半点讨厌，更不会将范伟与娱乐圈的黑暗联系在一起。但是崔永元已经做出提示了，想必又有什么令广大群众惊讶的事情了？